继续录。OK， 好，所以我觉得就选那个，就继续用刚那句喽。对，那这样台湾就留着，因为他是主读了，台湾是对的。所以我们先就是用这句。嗯。那然后下面的就是一个 quote。嗯哼。你觉得 OK？ 我除了 provide 之外，就是 provide。嗯。你的第二段，你的第二段。嗯。你在哪里？没有，你先改 markdown 嘛。有 markdown。markdown 有啊，在下一段。就你现在这边，那往上往上。哦。对这个。啊，对这个。对。嗯。看一下啊。accessible 是 I 不是 A。然后看一下，哎，是 A 哦，哎，你的语系跟我不一样。Anyway， 对对对，没错。嗯，这还没错。嗯。我改成 A。没错。我是觉得这样子是大家可以看得懂的。因为其实这里的 OpenAPI 重点是机器验收，然后 Digital Platform 是，就是说，我们如果真要把 OpenAPI 讲清楚，那个 Should 跟 Provide 中间应该要有一个 Automatically。嗯，对啊。对。刚刚的那个 Effectively 其实就是在想要推，就是偷偷塞进这件事情。对，可是那有一点太偷偷塞进了，所以。Automatically 对。对，我想 Automatically 放说明比较好。对，你说放在下一页吗？不是不是，就是你现在这个 quote， 就是 should automatically provide，对啊，然后那个 automatically 甚至把它弄成斜体，好，可能不一定需要斜体，但是 anyway， 对，对，其实你按 command， 哎，哦不对，你用的是 text， 不是。哎、可以，对嘛，明明就可以，哈哈哈哈哈。好，对啊，我看一下 ，transparent means any， those data should be accessible by people， 这句话有点冗长。对。reliable data and transparent means and make it accessible to people， 是不是？对。因为主词只会有 data 嘛，不会有别的嘛。而且这里就还有一个小的双关，就是这个 transparent means 也应该要 make it accessible to people。对，所以像这样就好了。嗯。好，这边。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刚是写 open government， 然后可能要想一下要不要直接用 citizen participation。嗯。对。毕竟 open API 也是 open government。对。对，然后那时候会这样包，只是觉得好像大家比较还能够了解东西，叫做开放政府，不是市民参与。我不太确定这句话对不对。嗯，我想一想，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城市里，不是我们这里不是台北市政府，嗯、所以一般 citizen participation 我们会改成 civic participation。嗯，对。因为其实 citizen 也是公民的意思，只是说在英文就是两个意思。Civic。嗯。就是它既有国民的意思，也有市民的意思。citizen。但是 civic 的话就是选民的意思。嗯。嗯。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在政府里面，我们因为现在在中央政府，所以通常会讲 civic participation。如果在外面就会。如果在台北市政府。就会讲 citizen participation， 然后 civic 就是全民，对对，全民，对，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去。civic， 对，那这个就非常的耸动。对。不过我们前面出现过一次台湾了，对、啊，这里就不用那么耸动了。嗯哼。在那后来看到一句话是 “Who owns the city”， 所以就觉得这句话很适合。我觉得在城市层级这个特别好用。但是，除非我们现在想要把台湾变成一个大城市，而且这样澎湖、金门、马祖怎么办？
所以你是不要理我。好，我不知道怎么理你。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嘛，旁边还有离岛。对。所以。两对人说的。对啊，Who owns Taiwan？ 澎湖、金门 and Mazu Islands and Orchid Island。哈哈哈。我看一下啊。就是把民主，就我们现在进行民主这个模式，其实还没有那么的 welcoming 到这边可以参与。然后这句话可能就是去 open mind， 把大家的脑筋打开，想说我们怎么去让大家重新检视现在我们现在在用的民主这件事情。嗯，是想说这个。这很 make sense。让我想一想，这要怎么？这边 citizens 也可以 to the people。Rescan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词，之前没有在这个 Rescan 是扫描。对，之前没有在这个语境里面用过，我觉得非常有趣。对，因为你是思维者。对，我以前都是说 reinvent 嘛，那但是。Rescan 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OK， Reinvent 比较像，Rescan 它就是我们已经有了，然后就重新去看一下。对，好了 ，Rescan， 可是，我在想要不要加一个 dash。就他目前有没有 common 到你可以不加 dash 就用的程度？哦，知道了。13700000 rescan。而且它也不会比较不会被念成 rescan， 就是如果一个词它还没有那么常用的时候，你加 dash 有助于让大家能够断它断的比较好。OK 啊。嗯。那你觉得这个字 rescan democracy OK 啊？用的 OK。对啊。可能没有人用过这句。没有，应该从来没有用过，这绝对不是一个。不存在，我找过了。好，然后 return ownership back to citizens， 这边要改成 back to who？ 因为 return ownership 的意思好像我们本来不是民主国家，不过我们真的是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想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 share agenda setting power with the people。对，那当然大家不一定那么清楚什么是 agenda setting power， 可是望文生义，应该dash agenda dash setting。With the people， 这个是最政治上比较耸动的一个说法，就是因为之前议程设定权不会跟人民分享，就是说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议程设定理论上是你四年选总统选市长的时候，不同候选人提出他的议程嘛，然后你选上那个人，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人的议程来做事了。对，那这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说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选一个人他是做综合判断，但是在中间每一件事情的议程大家都要一起参加。Okay. 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已经跟直接跟民主不一样。是，所以。Rescan democracy to， 所以那个 end 应该是 to 嘛，对，因为这不是两件事。我们要 rescan democracy 的目的是要，对，就感觉我们已经决定好要做的东西就是 share 这个 agency power， 对，然后所以我们才就是把它叫做 civic participation， 对，好，我还是觉得 Rescan 真的哪里怪怪的。嗯哼。
rescan 的 remake rebuild 赶快来一场来一场 thesaurus revamp refashion remodel recondition rehab 好不能用 rehab democracy is drunk how can we rehab democracy 你觉得呢 renovate refashion remodel revamp就 refashion 还不错 refashion 听起来很 fashionable 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东西是吗那种感觉凯多斯就是 remake 啦 refashion 很好对啊因为如果用如果用 refactor 那就太窄了虽然 refactor 更像但 refactor 不是把其中的一个元素把其中一个元素抽换嘛对不对就是 refactor 的意思对但 refactor 是一个很窄的字那我觉得 refashion 比较有 fashion 的感觉你跑录下来。对对对，我们是 on the record。OK。好啊，这样很好。但是你还需要一个 quote， 对不对？还是这个就是 quote？ 妈妈，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然后下面是 quote， 就是我们相信， okay. 是吗？那这边我好像改唱了，是现在是用这个样子。嗯，这还蛮怪的，就是为什么要一个 special？ 对啊，为什么 special 不要 national？ 你底下 open government 那句很好，就是 OGP 来的嘛。这边来的，这边是 Wikipedia 来的。就 open government 的意义是什么？对啊，对，这个很好，也可以直接用这个。对啊。哎，奇怪，我那时候改的时候没有 update。对啊，所以 single source of truth 非常重要。太烂了。没有，可可。对啊，所以后面那时候我的什么时候做的，就想说，对啊，就觉得直接 quote 我们 Q Q 掉。但是 A 跟 B 其实不是同一段的 A 跟 B。嗯哼。可是。就是他说 democracy 什么？对，我知道你做到了混搭这样。前三段都可以删掉。OK。对。对，这样很好。那 Who owns Taiwan 就不用。Owns Taiwan, not the people. Return Taiwan to the wildlife. 所以这个是业务项目，底下是业务项目。嗯。所以我们先回来看那个主图。Open API Civic Participation. 然后就 Open Government 改成 Civic Participation。土跟穴，土后面应该还放得下去。哦，好，对，这样。接下来才是 social enterprise 跟 youth council。对，就这两个比较还没有出息。哦、这两个跟我们现在真正在做事情比较直接相关，数位这件事情。对。然后 social enterprise 我实在不知道我要怎么把它跟数位扯上关系，就是，而且是等于是在减负。拿掉。拿掉。拿掉。就我们不用放这个。不是，要不要放主面？要放也是放 what we do 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消化前两个概念，认知平衡就全部用掉了，因为这是新概念。嗯。所以你底下还是可以放图，可是不要用 social enterprise。就是其他的 priority。嗯，
这个我觉得比较就是可以开始放类似 showcase 这种东西。就是说等我们开始做东西出来了，我们就来放 highlight 或 interview。 那我们东西做出来之前，我觉得这边放我们的 process， 就是 how we work 的某一个章节放这里。那所以就要去拍那个贴 post 的沙龙照。所以我觉得这个模组底下就是 how we work。然后他就不需要字了，他只需要一个 call to action 的 button 叫做 how you work。 哦，就是点进去是 how you work。 可能放在底下一个，对不对？还是都可以的。其实现在只用这张照片刚好打到人而已，如果不是用这张照片的话，好像放中间比较 对。如果不用照片，或者放右下角。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边卷下来之后，然后他们就又重复出现一次 how we work， 然后这边就直接进入 how we work。对，然后但我在看那个 reading flow， 它是一个 S 型嘛，所以后如果要么是往右靠，要么是对啊往对啊，这样好像比较匀称，可能没有那么有用。how we work。 对啊。因为你可以直接滚到这边。因为整点我很尊敬的设计师跟我说，一个页面上元素要重复出现好几次。所以既然他都看到这里，也不如就看一下后面。可能。啊，你在说？我想说是哪里来的？什么？好，可以。好。就放这边。那等于是我在用一个，就沙龙照啊，沙龙照，对啊。然后这边就不用字了吗？不然你要用字就一行，就不要两段，我觉得。嗯，就跟这边不一样。对对对，因为很明显前两个是一个单元、嗯，或者再多一点，就是说learn more about how we work， 就是说、就是。对之类的，就是它比较亲近一点，就比较不像是。这个十万美好，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句的 call to action 可能就是 learn more on how we work，这样子就很清楚了。对 ，on 跟 about 都可以，都通，所以看你需要多少，完全是看感觉。所以这边就是进入一个 button， 然后这边可能就是要找之后。而且这是对，这是 navigation， 所以可能 how we work 后面是点点点或者是箭头，对不对？还是你觉得不用，就用 button 就好了？因为我比较觉得是它跟那个 submit 有点冲到 ，submit 已经是 button 了嘛，所以这个应该是 link。那如果是 link 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软一点，点点点。所以你不点也不会怎么样的那个意思。嗯哼，可是这样子的话，就等于要点进去才有细节，还是说往下滑就有？你如果不点进去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可以从这个照片或者 carousel 就看到一些细节。那你如果觉得往下滑可以再看更多，那也可以啊。对啊，可是那样子的话，大家就不会去看上面的，对。看细节，所以这边跟 involved 就会放在这边。OK， 所以这边就变一个，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就变成一个连接。对啊。然后后面放上整个。对对对对对对。好 ，OK， 我觉得。哦。很好啊，主图就这样吧，全部就这样。嗯。耶。嗯。我就是。logo 很漂亮。谢谢。还是赞助一波。不过我觉得也蛮好。
其实真的很漂亮。但到底是黑底白色还是白底黑字？我在想几乎是用白的，然后有那种真的到比较后台的感觉，就用黑的。哦，好聪明哦。所以就啊。OK。我成为你心目中很聪明的设计师了，耶、yeah. 啊。所以比如说像我们想来 open 的一些 tours 啊，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可以做一些类似像 Spive 他们去做的一些 tours 改版。对啊，对啊，是啊。像我甚至想要改别信手机钢笔的一些小卡片，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上来，就是我们目前在用的。很好、啊。对。所以就是说，你要认真看的时候，那个黑底也就像一个印章一样，就是我们 official document、嗯。然后在外面对外的时候，就是白底，就看起来比较友善。嗯、就是比较 detail 跟比较就是 relax 的看吧。嗯。应该是你就读吧。OK。所以接下来就是把这些东西放上去，那也不用现在全部放，现在就是有什么就放什么，然后慢慢的加它。嗯。那接下来 get involved， 我觉得其实就直接划到这边就好，那之后再看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让大家参与的部分。嗯。对。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要做的是进每一个 more about 这个东西。嗯。就是 open API 我们现在是 proper term， 所以那个 O 要大写。Civic participation 要么就全大写，要么就全小写，全小写还好。Okay. 对，因为 API 是缩写，你不能小写它，那个 O 只好跟它配合。嗯。嗯。好，那接下来就是只有这两页，要把细节做出来。不过格式差不多就会是跟 Open API 那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行动方案了。嗯、所以你把那个行动方案全部丢进 Google Translate， 你就可以用了。嗯。嗯，就是你上次去干的对。然后 City Participation 其实也已经有行动方案了。嗯、对，那但是因为这里面就是牵涉到我们不要跟国发会完全，好像国发会那边讲一遍，我们也讲一遍了。嗯。所以这里可能比较就是拿我之前演讲的一些材料，或者你接下来要讲 Digital Transformation 的那些材料来改一下。嗯。嗯，那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一个材料可以马上用，就是 Reinventing Democracy 那一个演讲。嗯，你找 Reinventing Democracy Dropbox。好。这个吗？空白 Democracy， 然后空白 Dropbox。等下，你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哎、欸，没有，就是都是朋友啊。他们第一个就第一个就第一个。这个。当然，你也可以 embed 那个 slides。我还没有细细去看他们，只是觉得这好帅而已。是啊。然后我也有一个影片嘛，在就是 YouTube 的那个影片。OK 的。东西竟然就这样被找到了。可可。嗯。哎呦，是你吗？没有。这边有你的影片。对。所以其实你至少可以放那一个影片，然后这个也是让大家知道，尤其是没有听过台湾的人知道台湾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整套都可以用，你可能可以抽换掉一些，然后对，像我的猫咪就不用，对，然后但这个你就慢慢看，但我觉得你可以抽一些模组出来，左边其实有 outline 嘛，其实那个 outline 都是 emoji。有 hint 的都是 outline 是什么吗？嗯，没有。就 reinvent democracy 啊。你看下面都是乱。不是乱，它每个都有意义。那个电灯泡就是 reinvent 啊，自由女神就是 democracy。哦。可是你看这连就连叫我 Harry 过去 ，Harry 这还变不一样的。对，没错。这怎么回事？在讲什么？就是他开放神奇宝贝吗？对，开放神奇宝没有，这是 peaceful engineer， 就是务实可靠的工程师。好，这是 open data 全世界排名第一。嗯。嗯。好，没有没有，你这个你慢慢看。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我抛弃著作权，所以我们网站上面要用多少用多少。那但是至少我觉得我的那个video 因为才15分钟。所以那个 embed 进去是有帮助的。好。然后 Open API 的话，我觉得比较不适合我来录了，看是请我不知道陈天志老师或吴鹏茂老师来录一下。现成的影片。
Open API， Open API 有啊，你 Open API S.org。是 Linux Foundation， 然后他有影片，等我一下，我找一下。不过现在问题就是，它都是一些 vendor 在录的，像 Google 啊。对啊。对啊，那就。把它放我们那个是可以，可是也不好偏重谁。对，然后有一些 overview 的是，像 The Power of API and How to Cache in Mail。这个就没有，虽然他讲得很清楚，可是我们不能用，看一下，然后 Internet Archive 有很多，可是都是52分钟的那种长的演讲。就如果你说请陈先生来录的话，他会是？就是我们生一些稿子嘛，然后请他就是把他讲得比较清楚这样子。我看一下有没有短片，等一下。短片都是 Google 录的，怎么会这样子呢？The Future of Banking Open API。其实短片有很多了，现在的问题只是你如果按 video， 就是不是按 video。对啊，第一个其实就是嘛，但这就是我说35分钟，我们不能用35分钟的。然后，如果你按那个，这个我没看过，放一下。那才一分钟，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太强大了。哦，上有声音吗？等一下，你有把声音打开吗？有。哎呀。Well, son, sometimes two softwares meet, they like each other, they take time to figure out who they are and whether they're compatible, and they explore each other's software. It's a really exciting thing, an open API. It can actually be.Does mommy like open API? 各位你们想都可以用的。啊，这个真的可以用，这个还不错，可以吗？我觉得前面还可以啊，但是他是妈妈不喜欢。这个人，所以我们是可以在我们还你往下看一下授权啊，看一下授权。熊猫，这是 standard YouTube license， 所以你要影片，你就要整个影片。OK。啊，那你如果要去裁剪它，你就要写新闻。嗯。嗯。所以，就问这个人，对。是不用裁剪的。对啊，上个字幕就好了。字幕。嗯。你说他们。有字幕吗？没有啊。没有啊，你刚按那个 CC 把它打开。Close caption。对啊。没有，这是自动产生的。好惨。Well, sometimes two softwares. 不行。不过才一分钟了，就随便都做出来。好，不如就用这个。可以啊，我觉得很好。对啊，我觉得也蛮幽默的。超幽默的。嗯，所以就把新东方和东方浪费这个 video。没事啦，感觉上去。新东白的，然后后来到新东方就变黑了。OK OK， 好，我觉得很棒。然后我的那个兴趣都来了。热血沸腾。对，那其他就不用了。对啊，那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弄好，先弄到这里，然后 however 就像你说的，有几个弄几个这样。嗯哼。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如果这一段就是 however， 马上就可以用。就随时录影。对啊，随时录影啊，
就是我们连讨论 how we work 怎么呈现都变成 how we work 怎么呈现一部分 very meta transparency。那这个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词叫做 radical transparency， 这是专有名词。radical transparency， 激进，激进透明。激进透明。对，就是以透明为原则，不透明为例外。好，这个有维基百科，有空慢慢看。谢谢。好，那就这样了。好，那我们就收播。谢谢目前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